不不呀，洗完蓬蓬拉完屎就舒服的啊。嗯，就玩玩具了嘛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？没空理我了，是不是？今天是八，今天是什么时候？八月二十，对。今天是八月二十号，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？嗯？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，小朋友？你知道你是几月几号生的吗，小朋友？你是五月二十号生的哟。那今天八月二十号就代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满三个月了，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你满三个月了。好吧，他很认真的在玩。好吧，那我们一起庆祝你三个月了，好棒哦。然后满三个月的你最近正在有秃头的困扰，这里的头发都掉光光了，因为呀，姑姑的胎毛没有剪，所以在换哦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换胎毛，所以换完以后就会变帅帅的。还是我们带你去剃毛呢？剃胎毛好不好？剃胎毛。这样就可以均匀一点，就不会东掉一块西掉一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这很嗨耶，你看到有东西在上面飞呀、啊、飞，你就觉得哦，真的是很激动的哦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小朋友啊，你又这样子玩一玩，你又这样移又在那边乱移动自己的位置。嗯，小朋友，啊？好了，那就恭喜你满三个月咯，耶！我们下集评级。